啊，不能再吃了。兄弟们，消炎药能连着吃一个礼拜吗？有人吗？如你所言，勾他，勾他，该我追你了，勾他。这也没法杀呀。算了吧，算不算呢？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来这里来这里，来这里来这里。别急啊，别急别急别急。好，打吧。哎，这回再上。好，先把药吃了啊。啊，那行，那不吃了吧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。咱们就在这杠着啊，咱们就在这杠着，就等机器人勾啊，勾一个咱们就杀一个。嗯，好，别急，杀人。哎，好，可以打了。这鱿鱼跟我还玩上了，这鱿鱼。杀鱿鱼来，杀鱿鱼。呀呀呀呀呀，这梦魇怎么二了呢？啊，梦魇怎么二了呢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玩法不对呀，这。这可不对呀，这可不对劲了啊！这波，谢谢朱白告，还有一分半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这不坏了吗？这梦魇来我也去，我咋办呢？感谢渴望95啊！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我们先摆个针眼，我们先自己打个红啊！人家梦魇三级了，我们一级，这确实有点让人难受啊。人家三级，我们一级，谁发红包了？先把这打了啊！打完以后，俺们直接往下走，我也不刷野了。我就跟今天就跟这鱿鱼杠上了，我也不刷了，我干这鱿鱼，谁也不能拦得住我，今天我就杀这鱿鱼。你这勾呢？就杀这鱿鱼，就杀这鱿鱼。哎，玩个屁呀这！兄弟们，啊，做人不要太死心眼，不要太死板，知道吧？这鱿鱼咱杀不了，这鱿鱼跟我们家机器人的智商不是一个阶级的，知道吧？咱先离这鱿鱼远一点，一会儿再杀这鱿鱼。啊，恭喜无敌的子辰，赶紧升级，现在再不升级不行了，你不能跟这鱿鱼再杠了啊！算了，他惩戒不留了，打了得了，打个 F 六去，先升个三。哎，这中路感觉有戏，好，蹭点经验，兄弟，啥也不说了，我蹭一波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蹭一波经验啊。
有蓝没？蓝蓝有，好，蓝有就行啊。好，玩不也说了好。别着急，这波上路可以尝试。撇泥巴呀，这泥巴让你撇的，哎，你早撇它就没有办法变大，怎么不变大就能杀，这可怎么整，这还没一蓝了，这炼金，哎，这王八打野可慢了，不干上了，不干上了，去中试试了，哎，可以，这中路啊，回三蓝吧，还让人给单杀了。好，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一个什么情况呢？上路是傻子，下路是傻子，中路或许不是傻子。我们这把主抓中，知道吧？好，我们来一波，虽然他有点傻，你可以让他把线往这边推一推，直接上来，可以背。哎呀，这就有点烦了呀，嘲讽住。这怎么感觉要双杀了呀，这快跑吧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好难啊，好难玩呐、啊、还好我及时的出了个小日炎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先打个 F6 吧，如果这日炎不除，我们永远也别想清野，我告诉你们，虽然我们跑的有点慢，把他蓝打了去，去把梦魇的蓝给他反了，我们应该是比对面也有双杀，这炼金我跟你们说啊，让他自生自灭咱不管了，我去了他杀不了人，我不去他就杀人，那就让他自己玩吧，咱不去了，可能只有打野不在旁边才能激发出他身体的之中的潜力，知道吧？好，下路可以尝试一下，鱿鱼勾到了，漂亮，我们就杀这鱿鱼，我让你玩个老鱿鱼，把你做成鱿鱼丝儿，我闪现拱死你，你还告诉他你是真不像人，我发现气死我了，他还把他给勾回来了，你惩戒，你说惩戒卢仙呢，我可能没注意我有蓝惩戒，先打个红吧，真难呐、啊、真难呐、啊、
我要是跑可以跑的，我跑个屁！那梦魇一个抠的把我抠死，我还跑？我直线跑，他不抠我吗？你们想一想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我直线跑，他是不是得抠我？我开 W 还减速，他指定得追我，还跑呢？我看你像跑，啥也不懂，别说话了，哎，拉倒吧。那你拐弯跑，我没法拐弯，这位置都卡住了，我要跑我只能往下跑，我咋拐弯？哪个地方能让我走位？你说没有地方能走位呀？别降了行不行？别降了行不行？放过我吧，别降了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还闪现呢，我们这闪现刚放过，我先看你先闪现，闪现的。赶紧打打野吧。我被干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八级，我收波兵。看看下路能不能赶他一波啊？不行。有所防备，没地方去了，回家吧。先把这皮鞋给出来，扫描来一个。不是说灌溉，我们前期劣势太大了，你就只能慢慢来，慢慢补。鞋都没有也很正常。鱿鱼杀了！你在干嘛呀？你呀、啊，你还像个人了不你呀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给你扛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走，你勾人；我要拿人头，你还抢，还他妈闪现抢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哎，气死个人呐！这，我再赶赶他一波。就你叫鱿鱼啊？完了！哼，还不走？嗯，还不走？没事儿。那卡特死不了，没事，我在你旁边呢，没关系。他家有蓝，跟我来。这把我们就充当一个队友的工具人，知道吗？呀，你不要啊？哎呦，我好人一生平安呐！来，我们来中路赶开一波刀锋。他是不是要滋了了？给口汤喝也行啊。
卡特可以啊，这把这把的卡特有点东西的。我就早跟你们说上路他不行，你们还不信，还说哎呀你没去之前人家单杀了，他九级人家十二级，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不行你不信。那上路压个三级还行，那行个锤子行。我八级，我八级咋的呀？上单跟打野比那啥呗？他正常发育的，我是正常发育的吗？我就行吧，我不说话，懒得理你。喂，这不杀了吗？问题不大。链接到了啊，站他屁股后边，等着他跳走，跳我们脑袋，知道吗？哎，好闪，哇，750，有点贵的啊。吃个经验升到十级，哎，我十级了，这回你这还说啥不？啊，这回还说啥不？对面梦魇十级，马上十一级，我差他一级，他差人家三级，这回你还说啥嘞？我看这回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嗯，黑子了。哦哦哦哦哦！我先给你上一个，长剑斩。我给你扛着啊！我给你扛着。哦呦，给我下当了！蹭经验，蹭经验我本事，你有本事你也蹭啊，他咋不蹭呢？对不对？他咋不蹭呢？我全都给你反驳回来，我全部防出去了，这把这鱿鱼打我们疼。好呗，往上追，先嘲讽这个梦魇儿，跑钩，滚过来，晃 ，W 就开，可以勾，跑钩，嘲讽住。我的妈呀！这啊，没有啥虚虚。哎呦，这鱿鱼，哦呦！哎呀，没啥伤害呀，这。反甲出完，赶紧出个反甲。
我忘了王八要出反甲了，好像再没玩这王八了。刚才要是有个反甲，他应该也死了。我现在 W 的伤害不太高，玩甲我主要是为了开团。我们主要负责帮卡特冲锋陷阵，让卡特收割，啊，承担一个右的角色就可以了。来，先杀这卢仙。我操！你说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搁那干啥呢？你晃晃悠悠的。鱿鱼没闪啊，鱿鱼没闪现，给我干，够了，个老鱿鱼，把你做成鱿鱼丝儿，我今天正好要想吃鱿鱼了。小龙，小龙没人打，我打不过，我打龙可慢了。哎，这边谁传送了？拉尔，拉尔，把龙打了吧。这怎么办啊？我们先把这梦魇嘲讽回来啊！杀梦魇，杀梦魇，杀梦魇！好。龙谁的呀？小龙呢？小龙对面的呀，我没惩戒呀。先杀鱿鱼啊！先杀鱿鱼，漂亮！先杀鱿鱼。啊！我要无敌了，我这一路收人头啊！卢仙搁左边呢。现在我们有板甲，就没有人能威，能封着得了我们了啊。他正好变小，这波把他杀了。等借助开大招，往哪走？来，往哪走呗？可以，谁敢来？不就是个小梦魇吗？我又死他，嘲讽回来，定，这不随便用吗？他上去送死去了的，一枪就死的。来，滚过来，看看鱿鱼能不能杀。鱿鱼有点装逼，我先拱他一下就跑。哎，哎，ADC 拆下他，我先惩戒他一下。我就站在 ADC 旁边，哎，我看你怎么杀的，快跑！再见。这可管不了，兄弟。我上了。扛打，扛打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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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裤子，我给你扛打，裤子，兄弟。这家伙，我有不有？
倒一波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正在赶，我正在赶。嘲讽，惩戒，往哪走？这不给我跳弹下去了吗？他哪呢？这拉尔？哎，往哪走？嘲讽住，还有地区两枪收掉。收集者一颗小雷，攻速太慢了，你来吧。这龙没惩戒啊，可不能打。我先进一波野区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嘲讽住啊，死！你这是什么都要啊？够的。我看谁敢出来了！我看谁敢出来！就你呀、啊！就你叫卢仙呗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小卢仙，鱿鱼啊！你给我注意点儿，鱿鱼！鱿鱼是吧？啊，鱿鱼！风筝我鱿鱼。打大龙去都，这怎么就剩一只鸡了呢？来呀，兄弟们！咬龙怎么办？这风龙龙魂可不能给啊，这可不能给。走，俺俩去这边。你俩怎么的？先把这梦魇杀了。哎，先把这梦魇杀了，上当了。好，把这龙打了。Nice！ 这回这大龙啊，我21个助攻，我天！把这个卖了，然后我们来一个跑得快的，那个自言自立啊，出个自言自立。只要我跑得快，就没有人能风筝得了我。为什么王八可以飞？我这是金龟子。这又要干团了！来来来来来，干一波，干一波！就你叫拉尔啊？啊，就你叫拉尔呗！我看谁，我看谁敢打我啊？我看谁？够的，我杀！漂亮，卡特琳呐！拉尔呢？给我冲！给我冲！给我冲！给我杀！给我杀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这也不行事儿。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啊！机器人贴内鬼，机器人肯定是内鬼，并且我踩他的时候，他连话都不敢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要干什么，他连话都不说，肯定是个内鬼。铁狼了，我写他一张查罚。
二点二打五打不打？给我冲！哇，他一个亿他就死了，一个亿。鱿鱼，个老鱿鱼，跑！我看谁敢瞅我！我先把你罩给你破了，看见没？一个人追五个，就得有这种威慑力。你看那机器人，那刀锋都不跑，没有威慑力，你知道吗？萨卡特是吧？来来来，你们萨卡特我不认识的，嘲讽回来 ，W 一开。快走，兄弟们！这可帮不了了，这。鱿鱼是吧？啊，鱿鱼，鱿鱼，鱿鱼，闪现嘲讽。那啥了，哎，那复活了。Nice。太塔呀，这把就是我们跟卡特配合的比较好，我嘲讽一个他杀一个，我嘲讽一个他杀一个。